安尼。麻辣也有另外一个特色。啊，麻辣另外一个。刘有元先生客居马来西亚，两千零三年五月去世，享年73岁。今仔带领夫人刘秀凤甲次子刘辉煌回归故乡，落叶归根。故乡的亲人，第四小弟刘有道，第五小弟刘有正，第六小弟刘有德，第七小弟刘有才，甲所有的亲人，故乡迎接。
哪吃了？还得背去。站在外面喽，全都去外面马路旁边喽。
家拢地家，你再想要换肉的几分钟？我查你看了。菜，恁小妞的红菜。
不是啊，这跟那到那修了，那修了。